呀，老公！你叫我老公了？我已经不是你老公了，账我已经帮你理好了，你就自己认错吧。老公，你别走，咱们都已经结婚五年了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虽然我们日子现在是过得苦一点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一起努力，以后一定什么都会有的。算了吧，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家里上上下下全靠我一个人呢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在那边上门，我什么都会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婆，这样，你等我到了那边稳定稳定，我会补贴给你的，好吗？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，以后你自己供啊。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这辆车我就开走了。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保重啊！老公，老公。亲爱的，搞定了！亲爱的，你好棒！走，回家。啥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老公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天应该发工资了吧？发了，啊，2万。拿过来啊！拿来！老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500块钱吃饭呢？留钱？你这天天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要钱干嘛？石志祥，我这卡里的钱呢？怎么一分都没了？那个钱呀，我弟结婚还差一点，我给他转过去了。我是你老公，你给你弟转钱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还不是，那可是我亲弟呀，你作为他的小舅子，他有困难你帮衬一下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行，我饿了，去工作室吃的。你这天天吃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还想让我给你做饭？你以为我是您的前妻呢？我吃过了，你要是饿呀，自己泡面去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当初是说好的，我嫁过来，你会好好对我的呀。怎么，不满意呀？不满意滚滚啊！行，我滚，把车钥匙还给我。车我已经卖了。冬梅，冬梅，冬梅，真的是你啊，冬梅！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我是你前夫，我是王磊啊。哦，原来是你啊。这一年里我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。这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回不去了，以前我对你好的时候你不懂得珍惜，现在混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回来找我了。但是这人呢，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。以后我自己好自为之吧，再也不见。东北。